那时，耶稣举目望着自己的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，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。你们现今饥饿的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将得饱饫。你们现今哭泣的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将要欢笑。即使为了人子的缘故，人恼恨你们，并弃绝你们，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，而加以辱骂诅咒，你们才是有福的。在那一天，你们欢喜踊跃吧。看，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先知。但是，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。你们现今饱饫的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你们现今欢笑的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。即使众人都夸赞你们，你们是有祸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假先知。